실과 날씨는 우리의 다시 사냥 시작이다. 不算了，我刷野节奏很伤。我要去上海区先刷个野了，武器没闪。第一轮刷我比他慢了30多秒钟。吃上河蟹能不能天选到印记？哎呀，没选到。少刷一组三狼吧，我直接去虚空草丛等着，偷两个，然后往下半去刷控小龙。这猫子想出去啊，一直搁这叫。两个城啊！阿哥，你太虐死你了！你得他妈看位置啊，兄弟！这凯隐在这，中路还没线，得看人呐！完了，下路阿威还没打过，我操！啊！下路二外没打过，这他妈太伤了。中路两边中路是纯发育的。鸡了，这把鸡了。这看不懂啊，这下路完了。
龙王拿两个人头还行。就是跟他换，就这么简单，就是换。这不就是换？没什么问题吧，兄弟们？这波他大人头，我的印记。把对面下路节奏打乱了。又被杀回去了。你俩在玩你个母牛啊。那又被人杀回去了。玩你们两个母牛，谢谢暴躁的小虫子开通的 超粉，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都被偷了吗？凯隐一定在，他睁眼看到我 不退反进，说明什么？说明这边打野一定在的呀。放了呗，中路也没线，上路也没线。啊！到了，我不来阿卡丽是不能打不了的。开大也打不过。开大打不过，我必须要先把他大逼出来，这波才能打。难受，我开大，他直接一个大招进入身体，然后大招结束再出来，然后再打个 Q， 我必死无疑。只能说他这波多个闪现，真的没办法，开不了这个大的。啊，可惜。
开不了。你们说开牙的真的没用的。开牙没用的。变身了。杀戮又干起来了，走吧。黄金都已经500赏金，对面蓝 buff 是不在啊。谢谢默默看球不出声开灯的守护，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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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好难呐、啊！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놈들의살점이내손톱에박혀있지모두반드시착중한다算了，红 buff 这波不去。那打野好像啊，上路交的闪，对面塞纳没闪，不错，拿到第四神了。现在中塔掉了，视野会被压缩得很惨。塞纳没事。
可惜。 就杀塞纳，到了。哎呦！哎，还行。哎，龙王不死就好。 这把好像可以买黑切，好爽。 稍微看一下龙王吧，武器的提。好，好装。 好装，好装。夏塔也吃掉了，寒战有一战之力。 Cheers.
전장의 지배자 포탈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还有娃了好像就是拿不到泰坦的印记说真的难不难受。大开的开的没什么问题的，必须要开，不开大招这波这个后排直接被开，他妈一个人打成两个残血，全他妈残了。这个大招得开。我操！900块呀，铁铁！900块呀！900块呀！这卡影肥对我们这下路两个人的这个威慑力太大，基本上一碰就死了。现在我想拿个第八层。阵型站好就可以了。那看也不敢进了。龙王的这个天赋太恶心了，他往这一摆，一放，对面直接就得撤，根本冲不进来，你知道吗？这个天赋。太狠了！公众赞彩，谢谢。真的太狠了，这个天赋。